第十三题，娜美在挑选布料时，在一旁的萨坡不慎点燃了手上的布料，在赶紧灭火后，发现手上的布料末端形成球状。请问萨坡手上的纤维应该是下列何者？老师上课教用燃烧法检验纤维的时候说过，合成纤维燃烧后末端会成小球，合成纤维就是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品，也就是它的原料是石油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萨坡手上的纤维应该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丁。